男人喜欢摩托车是种什么感觉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男人喜欢摩托车，就像女人爱包包一样。当戴上头盔，跨上摩托车的那一瞬间，就感觉自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。正在看视频的你，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？当然，前提条件就是得有一辆摩托车。这不，前段时间车友换车，老王也一起前往帮忙参谋。之前车友骑的是一辆毛子的边三轮乌拉尔，一辆越野强悍的跨子。为了能追求诗与远方，车友看上了同样越野能力强悍的宝马21250GS 水鸟。陪着车友闲逛的同时，看着眼前的一众豪车，老王是眼睛直放光，被那台 F850GS 种草了。试驾一下这个850。这个坐高明显的比水鸟要高，减震比水鸟软，减震比水鸟软。这个是 ADV 的，这个减震真舒服，绵绵，要比春风的400的减震好多了，是吧？对，哇，这个舒服。现在又来到了印第安。但是轻骑兵对吧？轻骑兵，但是审美吧，很多人还是喜欢哈雷那种外观。其实滑翔跟那个就很接近。滑翔。过像这个多少公里啊？这个30-40万，11万，我靠！这铁匠。啊？哇，这辆跟汽车一样啊！哈哈。它这个发动机就是按柴油机思路做的，它日行千米，不累。42.98万，印第安首领黑马。一定要人一定要壮。啊，对，人一定要壮，跟你讲，然后身高还要高。马上骑一辆，没身高没有1.9米，骑都没有2米。啊，它是个带音响的，这个是吧？对。这个东西，这个跑长途可能不行。一般长途。啊，它舒服。一般公路长途它非常好。它除了就你不跑越野，那就不谈了。但是不跑越野这个足够。这可能几十码，1.8相当的怎么样？1.8，是吧？你看这架快的这么大，在这里呢，你现在好多轿车都排量都是1.6的，1.5，真的吗？实际排量大。要不是扭力。这是美国厂，对，美国厂，很老美，原产地老美的，对。这是要做工的话，要放在德国人做，更漂亮。一二，走，慢，啊！好，小刘先上去。行了，慢啊！好嘞，充血点啊！你好，